哎，小月，哎，小宝有几个标志性的动作，你能说出来吗？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，海燕。哎呀，还不要脸！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这个黑这色儿，你介意吗，先生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真不介意啊！不介意，就你这个倒霉这个色儿，别介意啊。郭老师说倒腾煤这个色儿，原来是干矿工的。对不起，我没上过学啊。你这个颜色有多长时间了？一直从小到大一直就这样。那等于是你是一个很耿直的人。对对对对，从来就没改过色儿啊。我曾经还怀疑我这个演员是不是从印度请来的，颜色真的很铁是啊。对，这个跟印度，你去过印度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有人跟我说，别看小宝没去过印度，但是对印度舞可是情有独钟。对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嗯，对，哎，列位，哎，咱别闹啊，不着急。来了是客人，人家这个该演的时候自然会演，你们这么起哄就不合适了，是吧？好，别，请你们听我一句话，好吗？来了，你还等多呢？不是啊，你说，现在就来吗？你还等啥呀？哎呀啊！这服装道具给我准备没啊？有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给点音乐。这个女施主，你放了贫僧吧，这是个妖精，还真不错，谢谢小宝，谢谢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哎呀，岳云鹏，哎，你不学一个吗？来吧，多大事儿？这是，哎呀，有你们俩人在，印度非亡国不可。要了亲命了，这俩。谁给我弄一下？我不会弄。来，快来，来人弄他，来，快点。列位，你们听我说啊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我理解你们。别着急，这个我谢谢各位啊，我理解你们心情，但是我是有家业的人，我不像这俩人知道吗？这俩一会儿就回印度了，这个啊，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恶心的艺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跳舞的时候，春阳乐了都不行了，我看啊。其实打刚才我一直偷着看你，你别多想啊。我老以为我在台下一直纠结，你说管您叫叔叔好，我跟问他，我说叫叔叔还是叫哥哥？我叫郭老师。肩膀齐为妯娌，知道吗？站在一个舞台上没有这个，江湖乱道没有辈分可说啊，你就喊郭德纲就行，没事。不，你收我做义女吧。别，可别你。人说咱我要说，人家非说咱俩是亲的不可。对，够一万人在微博上圈我，说你看看那人像你闺女吗？我一看这小沈阳的媳妇儿，这是有人说像，而且我们编导组还特意找了一张照片，真像，咱们参观一下。好，你看，真像，太像了。我的个天哪！啊，我说小沈阳每次见着我都很暧昧的看我。我得留点神。这张照片照得挺像，真是特别像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荣幸这样。您别客气，像我有什么可荣幸的啊？
不，你再瘦点，其实挺好看。我其实现在我金端上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其实咱们都是这样的。嗯，乍一看不咋地是吧？对，再一看就吐了。对对对对，你细看，还不是头一眼。对对对，对你比我白多了，你比我白多了。哦，你觉得要比试一下是吗？嗯。但是别动啊，来看看像不像？哎，像太像，一样。